一二三 ，one two three。你不用快，但是还是连一点，就是。明白我的意思，赶快看后面的啊！有的时候没看，就这个就清楚一点。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连，中间总要断啊。我们把这个写一下，我觉得 set reading 要再连一点啊，连上。好，继续练这个 steady four。对，还是练它。嗯，好。